您一直在关注着我，您去哪儿？我还没想好呢。不要紧，哎，您先上车，我一边开着，您一边想着啊。路可能有点绕远，我就喜欢大吊脚，地方有点偏僻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壁的影子。胡同窄，像您这种身躯，只要能并排过去俩，我们面壁就敢往里扎。大家可都听见了啊，我们这位面壁朋友服务多周到，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着，他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。好，上车吧。哎，好，上车。哎，这边。哎，不不，在那边呢。这车那边啊，那不是我的车，那是我的车。您是出租车里的贵族啊，两块钱一公里的皇冠，暗号照旧。朋友们，他们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，拉不着客人拿我们面壁开心。哎哎哎，长得跟猪头肉似的。上车上车。哼，我们可不敢光顾，您这面壁尊贵。我面壁皇冠，对，透着豪华。那当然是不是啊。嗯，你们转三天跑两圈拉得着一个客人吗？但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。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从天安门出发，拉着客人经大会堂、纪念堂、前门，一直把客人送到历史博物馆。哎，好活。虽说哎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，但是您自觉地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，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，省油，哎，是不是？要说节约能源省油，还得说你们面壁。我们可不行，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的乘客在马路上推车，人家都说啊，你们面壁司机啊，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，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。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，但是他车便宜，大不了一年买一辆。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呢。不如你们皇冠，你们皇冠设备齐全呢，而且后备箱里经常备有什么枕头、褥子、军大衣什么的，你们在机场一蹲就是一宿，难怪人们都无不羡慕地说，一旦开上了皇冠就等于分到了房子。而且嘿，你们经常潜伏在宾馆饭店周围，见天的替人家保安盯梢，赶上公安局有大的举动，得先问你们应该打击哪一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要说素质高，还得说你们面壁。来，就说吧，社会上对你们有诸多的歧视。嗯，宾馆饭店不让你们进，是个车就敢摁喇叭催你们，但是你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，你们依然成群结队，壮着胆子走街串巷，信念坚定地堵塞着交通，人们都亲切地称你们是蝗虫。要不说我们不自信呢，你说我们这些人没什么追求，最大爱好就是回家没事就数钱玩，你说我们挣这么些钱有什么用？挣钱再多我们也蝗虫，人家虽然不挣钱，工作有清苦，但是人家是皇冠。我们啊比你们啊也强不了哪儿去。客气，不就是车里舒服一点，速度快一点，感觉潇洒一点。即使我特想下海跟你们开面壁啊，有什么呀，不就是风吹日晒一身臭汗，晚上回去老婆不让上床，30多岁了长得像60多岁的。哎，大姐您上呢。哟，您就是那位我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起师父，哎，您认错了。站住，您就招了吧。您坐我的车，我也得走接驾器，我绝对不优惠您。公家的钱也不能乱花，您在我心中一直是那种嘿，从小受过苦，长大了出息之后始终不忘自己是哪个阶级代言人的主持人。哟，您的节目我猴猴看，猴猴跟您一块哭，我真佩服您，挺没劲的事搁他嘴里一说怎么就这么感人。嘿，您坐我的车，嘿，您坐我的车
传出去也光荣。倪萍做面的，符合您一贯的追求。好好好，您应该做面的。哎，面的好啊。嗯，面的视野开阔，前面没鼻子，看什么都能透过来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说啊，您别赶上撞车，撞车对您也没有生命危险，顶多就是缺胳膊少腿儿。事故率是在30%几，也就是说您坐两次车不见得碰上一次。再者说了，就像您这样的缺胳膊少腿，顶多我不主持节目了。像您这样的人，您说到大伙谁家谁不得拿您当亲人养着？对对，您坐他那车，他那车即使经济上蒙受点损失，也是值得的。他那车有空调啊，只是别赶上堵车。一旦堵了车，他那皇冠的计价器是嘣儿吧乱蹦，冷气再足，您都得出汗，您说是不是？堵车是小事，是堵心呢，再把您心脏病勾出来，观众该多痛苦！倪萍同志，你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民缅怀的人吗？哎，对不起，师傅，师傅，你们搞错了，我就到门口买包方便面，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别走，别，哎，搅和呀！搅和呀，谁也拉不上。你多余拦他，他压根儿也没想坐咱俩车，他是等那夏利呢。啊，他今天是一私事儿。你说这里边到底不？我跟你说，你说你呀、啊、还嫩点儿，他坐你的皇冠吧，嗯，他心疼；坐这面的吧，他跌份。甭说他了，他们文艺界全这毛病，你注意没有？嘿，嗯、中央电视台门口一水的夏利，那都是给他们这些人准备的。啊。哎呦，现在有些事儿我真说不清楚，也弄不明白。哦哦，每天早上起来呀、啊，嗯，我不敢睁眼，一睁眼就感觉欠人家200多块钱。我也算个大龄了，嗯，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，我那女朋友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出车扫马路，最大的享受，嗯，就是趁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，比我强多了。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，说你是不是不爱我？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，从来不深情的望我一眼，跟我那样一下？我说我真想跟你就那样一下，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，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。实在啊，你这一对还挺有情趣儿，是不是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嗯，这活不好练，我真不想干了。不，你还千万别说这话。现在还攥着行驶执照，没车开的人有的是。你说你今天下午交了车，明天我就开你的车去，你信不信？啊，你比别人强多了，你知足吧你。还有不如我的，你就说我吧，嗯，咱们比比。啊，就你要这么说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哎，这叫什么人啊？一听说别人不如他，立刻就平衡了。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呢？啊？哎，要车哪儿啊？飞机场。你去吧。你去吧。不，今儿我车份到了，你去。不，我你赶紧。不，你去你去。我等人。不是我是给倪萍包车呢，给倪萍包车，你赶紧走，他是要面子的人，你什么时候一走，滋溜，他就真的拽上来了。那我可走了，平常就做面的。行，对对对，我走了。好，下次再聊。倪萍，走，倪萍啊，赶紧去。哎，好嘞，没错，等倪萍。哎，我亏心不亏心的我？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？这胖子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再说了，给倪萍包车有什么好处？就他那种人坐车，他从来就不给钱，他把我当他们家先生了。这，冯师傅，您跟大伙说什么呢？我说，您坐车，您坐我的车，你从来就不给钱，是吗？那我该多幸福啊！